哎，真的，真的有，哎，好厉害！一个的，天哪！要怎么让他平息？我用他，老实做，我就不喜欢怪我。不是他就这样子，他就这样饶了你，他因为是你。他以外，他干嘛？他做干嘛？他听头可以吃到我啊？他能够干嘛？请他吃我？你自己在那边弄人家。拜托，他就给我承认他，我一个男，他老外，男粉得给我当娘。你拍的影片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才不是！我跟你讲，我是5%的 YouTuber， 是拍真的。哦，你越南，你妹的，我妹的女朋友吵架。接这样骂的，他真的露，所以我真的还真长哎，真长。我他妹那个他妹女朋友呛到一个，被他骂到一个臭头，哇，好对呀，好看。他又我妹又说他已经跟他分手，现在交新女朋友。美哎，就后面有哎，真的刚不讲话还好哎，我一讲话就变了一个样子。那老外一直跑到他前面去，他真的他故意挡你啊。没办法，你太美了。哦，哎嘿，为什么？他故意的，他故意的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他应该觉得你是专业的才对啊，他们穿那么观光客。哪里？他有没有银行？其实我是，你看，这个很糟糕。Hello， 蛮光的了。哇，我这男的看到他。Where are you from？ 他 USA。I can wait for you here, then you can take your wallet.怪他们两个还有去泡温泉。Oh, by her， 他很臭。我不喜欢他的味道。Very expensive。只为了拍。Do you have a girlfriend？ No, I don't have a girlfriend. Maybe we can take your friend's leaving time。被字幕挡到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哎，真的，真的有。一个的，我带我妹妹，在越南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带我妹妹跟妈妈去蓝摩店啊，这就是他女朋友，我呛掉了，我就要被丢弃了，知道吗？手机活该不见了，你到底能不能弄出来啊？想丢死人是不是啊？凭什么叫死去的龙舌兰？我准你叫吗？丢你自己的脸。自己消费，自己处理。他是自己在那边自考。对对，自己喝17杯。那因为基本上我都是，我们有妹跟他两个也不太付钱啦，所以大部分都我付的。但我只是觉得没关系，小钱无所谓。但他干扰我，他但我们不能走，啊，没办法走。那我怎么能叫我大家抬他了？哇，他什么东西啊？我就把他骂醒，骂醒之后你自走会走了，懂吧？那再回去。对，这是我的用意。然后呢？那巴黎的那个就是一个肥婆挡在我前面，他就是不想让我拍，他可能觉得我太吸引人注意了。因为我到外面的时候，我就是拍的时候，很多男生都来看我，很多经过车都是会对我拍手或吹口哨。那两个肥婆呢，很老，然后那个腿上都是橘皮，站在我后面，一直想要霸占那位置，但我就让你霸占，没差。我就等到他后面有人离开之后，我再去他后面的位置，他偏偏要来打扰我。我跟你讲，我当时我就想 K 他的啊。但因为我到每个国家，很多粉丝都会来找我帮忙我。那法国的时候就两个女生粉丝，年纪很小，很害怕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，我要抓头发往地上磨，你知道吗？你见我会怕那种东西。对。反正在那两个女生就要叫我说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。我还没开打，他就怕了。我说好，算了，不要给他麻烦，我就录起来而已，就这样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，我往上靠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两个肥婆打我一个，我不见得打得赢啦，但是我肯定要打两巴掌。对，你已经在想象那个画面，你要怎么对付他们了？基本上是当时在想，可是我怕他说两个人把我推出去撞车，哇，那我完蛋了，因为旁边那个是车子，所以我得想好一些逃生路线。还有旁边人必须要帮我，那两个人在尖叫，肯定不会帮我。旁边男的我肯定打了，旁边男的不要讲话，我现在开了上场打架。一笑鬼在笑，够人寻工带里面要照。一定会、啊。他连逃生路线都想好了。我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看你影片，因为你的那种反应啊。是很多人想做不敢做，对，所以看你就会很疗愈，就觉得说对，要是我是靠他，那后面那个男，你后面要怎么让他平息？我用他，老实做，我就不喜欢。不是他就这样子，他就这样饶了你，他因为是你。他以外他干嘛？他做干嘛？他听头可以吃到我啊？他能够干嘛？请他吃我？你自己在那边弄人家。拜托，他就给我承认他，我一个男，他老外，男粉得给我当娘。我的接受，我的条件是很高的，我看到。